耶、yeah, ！来蜜月馆裸汤区真爽。之前来都没有时间来泡汤，就在房间的浴缸里面泡。今天终于可以来享受一下这边的裸汤了。这是男汤区，那因为只有我一个包场，所以我衣服就随便脱随便放，也没有人来，不像日本，这环境其实很不错、哦，然后它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溪流，哦，这今天的水蛮湍急的，哇，半露天的，如果你泡累了，可以去走一走。那我现在带大家走一段，要小心走，因为湿滑。好，哎呦，我不能当落鸟侠，要稍微遮一下。这就是庐山温泉乡，哦，瀑布溪流。南汤区，哦，不能让大家看到我。好，示意图以上。